剛才呢我就拉杯的示範啦，拉了一些不同大小的杯，其中一個呢就是這個 Peach Shake， 一個碗的土的形狀。拉杯我們要注意什麼呢？就是猜泥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來的，因為你先是將個泥呢運動了，同埋係將佢猜到一個均勻軟硬適中的情況之下咧，先開始拉杯。擺落去掟落個 wheel head 度嘅時候咧，就係用力啲啦。咁然之後撳實佢。咁個主要嘅作用咧，就係等佢唔好夠泥唔好飛咗出去先，因為初學嘅學生咧係攬唔實夠泥，因為佢係做唔到個定中嗰個部分。跟住頭先我講定中就係 centering， 你要 center 到夠泥之後咧，先至可以開始拉杯。咁拉杯分三個部分，第一個就係 duff， 即係落咗去底，然之後咧就 width， 就係將佢開闊。開闊咧就將嗰個底部你需要佢幾闊嘅話咧，你就盡量開到嗰個闊度，然之後先至拉高。其中咧都好需要你嘅專注啦，因為你專心咧先至係眼度、心度，然之後先手度。如果你唔係專注嘅話咧，就做唔到嘅。咁所以當一啲人非常投入去拉杯嘅時候咧，佢係咩都唔記得。咁係一個非常之陶冶性情嘅藝術性嘅訓練啊。咁喺拉杯嘅過程咧，當你拉到咁上下嘅時候咧，我想有啲變化，唔好經常都係就咁樣一個圓形嘅杯啦。於是咧剛才我係做咗一個土，即係做一個土形嘅示範。通常如果你要將一啲作品變形嘅時候咧，你係需要做到好薄，即係個技術係掌握咗先。因為如果你唔夠薄嘅話咧，係唔可以即刻就做呢啲變形嘅動作。因為如果譬如圓形嘅杯咧，你都仲可以等佢 letter hard 反轉咗，慢慢收走啲泥。但你變咗形咧，就收唔到噶啦。咁呢個咧係睇到你技術嘅一個竅門。咁喺度咧，你係見到我一對壽土碗啦。咁呢對碗咧喺澳洲展覽當時係一個叫做 Bold and Beautiful 嘅 competition， 係 Janet Mansfield 嘅 gallery 嗰度嘅比賽嚟嘅。咁我就攞咗呢一對碗去比賽，咁就贏咗一個獎，叫做 Guest Award。嗰個 gallery 咧係喺 Sydney 嘅 Paddington。咁之後咧，我就再示範咗一個花口碗，先拉薄咗，然之後就用個工具做咗一啲花瓣嘅形出嚟。之後咧，我再係需要做一啲做薄呢個花瓣嘅。咁當你係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，你個手要乾淨啦，同埋要用清水啦。咁其實做陶瓷咧，就到咁上下咧，你係需要大膽，唔好驚住會爛啊，就住佢嚟做啊，咁你就唔會做得好噶啦。咁你要有一個透徹嘅一啲感覺，就係話，爛咗我再做過。咁有啲識拉杯嘅朋友咧，佢就會有一個問題啦。咁如果你係個口係花口或者係變咗形嘅，你點樣收只腳呢？因為收腳嘅時候咧，我哋等到佢 leather hard， 即牛皮革嘅硬度咧，反轉佢，然之後咧收翻嗰個叫做 foot ring， 個 foot ring 就係呢一個啦。咁我哋咧就需要咧攞一啲泥條啦，喺嗰個 wheel head 嗰度，然之後將呢啲凹凸凸嘅位咧係擺咗喺泥條上邊，然之後先收嘅。
咁其中當然啊嗰、那個亦都有個難度嘅。早前咧有一個朋友咧就介紹咗一位法師，就叫做智海法師。之前是對我沒什麼認識的，但是見面的時候呢他就寫了四句說話給我。他的意思呢是說、我是天生是 做陶瓷的、還有是很有使命感。好多謝你們今天、欣賞、這個陶瓷介紹的、節目，也都希望你們多些支持我的學生董慧藝術水媽媽的節目。歡迎大家回來藝術水媽媽第三節，我們跟大師對話。剛才我們很開心看到曹京老師親手就做了幾個陶藝的作品給我們看、請問曹老師可不可以講解一下整個過程是怎樣的？其實拉杯、拉杯呢、我們通常會是先先練泥啦、最好就可以猜到100下、很多工作室呢是有練泥機的，認為可以省卻了一步啦。但其實在我的感覺來說、如果你是用手猜到100下的時候，它裡面是一個旋轉的、紋理、在裡面、之後呢就將它、用力掟落去嗰個 wheel head 嗰度，咁係再壓實佢，咁、那個作用咧就等你拉杯嘅時候咧，嚿泥唔會飛出去啦。之後咧就 centering， centering 就係、拉中位嚇、定中位，然之後咧就開中間誒嗰、個中心，跟住咧就是、做個闊度，跟住再拉高，咁、其實全部嘅過程咧都好需要咧。氣定神閒啦，即係你個心好定，個手先至會定。我覺得咧，頭先咧，曹老師話掟嗰個咧，誒同埋咧，一定要係自己去眼啊嗰、那個泥咧，係啦，猜個泥嘅時候咧，我覺得有少少似咧，我哋中國人話咧，唔好食嗰啲攪嗰啲豬肉，即係一定要自己切啊剁嗰啲豬肉咁樣，即係其實要親手去掂咗嗰樣嘢咧，我覺得就比較即係實在啲啊，有個感覺啊，嚇。呢個係我第二個人展嚇，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山形嘅作品啦，咁個名字就叫做奇石。奇石，哇！真係好鬼斧神工啊！我覺得咧有啲好奇異嘅感覺，就係其實有啲乜嘢第一次吸引到你咧，對陶瓷咧追求下半生都喺度追求一個藝術嘅感覺，有啲咩吸引你咧？其實陶瓷。其實是講翻十幾歲的時候、我姐姐有個朋友咧係英國人嚟嘅，咁佢就自己手做咗一個 coffee mug，然之後送俾我姐姐，咁我當時已經覺得哇不可思議，因為城市人啊嘛，諗唔到自己對手可以做到一啲、自己可以用嘅嘢出嚟喎，咁由嗰個時候開始已經個心係。很有印象，同埋好想做呢件事。咁及至後來你就自己去讀書啦，係咪啊？及有進修啦。及至後來就係1984年咧 ，Hong Kong Art Centre 開始有陶瓷班。咁我就攻餘之後咧，就去上堂。咁一路追求咯。咁你嗱，我哋上次咧睇咗咧 Janet Mansfield 啦，同埋有日本大師嘅陶瓷啦。其實你對呢啲大師嘅陶瓷點解有咁深刻嘅印象嘅咧？例如陳景亮啊，係嘛？上次你喺台灣。阿亮大師。阿亮大師。阿亮大師咧就係我喺台灣1993-94年嘅時候咧。去陶藝的工作室啦，一樣啦，咁就嗰個叫做民生陶室，咁當時咧就邀請咗阿亮大師咧翻嚟做示範，咁佢就介紹咗佢做木紋嘅一把刀，咁跟住有同學啦，就即刻咧就。打造了幾把，咁其中就送了一把俾我。咁我後來咧，有一個作品咧，叫做木的變奏。咁我都要多謝阿亮大師。咁因為呢個作品咧係我第一件作品啦。好靚啊！呢、這個香港文化博物館購藏嘅。
哇，好靚啊！呢個目的變奏。咁老師啊，我想請問下你咧，你啊而家一路想追求嘅理想係去到乜嘢？有咩慾望咧？其實慾望又唔講得，係因為陶瓷基本上係我嘅興趣啦。嚇，咁我做嘅過程咧非常投入同埋享受。但係正如佢先啊，成日問我啦。點解你唔賣你啲作品啊？係啊，老師唔捨得賣嘅。咁其實咧，我最終係都有一個想法，就係我嘅作品咧，喺我有一日唔喺度嘅時候咧，我就係希望可以擁有咧一個自己一個博物館。咁就將我嘅作品咧係俾呢個公眾。可以參觀啦，一個地方佢可以攞到啲陶瓷嘅資料啦。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研究有方啊，咁譬如一啲柴燒嘅有方啦。將來仲會出一本書啦。哇！好喎、啊，好喎、啊，我哋熱切期待啊！因為由1984年到依家都好多年，咁裏邊都好多珍貴嘅相片。咁希望咧，我哋可以收到你啲書啦，睇下幾時有得賣啦，喺市場上係嘛？呢個要等下。係啊係啊，咁我哋頭先都大開眼界啦，親自咧就睇到咧，徐老師咧親手咧去做嗰啲碗啊同埋杯俾我哋睇。其實你覺得香港嗰個陶藝嘅市場而家嘅發展係點樣咧？基本上咧，香港嘅這個是一個很商業化的社會啦。沒錯。作為藝術工作者啦，即不要說做陶藝啦，那個生存空間呢 是艱難的。是啊，主要就是受這個租金啦、地產那方面啦的影響啦。這些就是香港普遍一些藝術家的心聲啦。接下來呢，因為我身為老師的徒弟啦，學生啦嚇，咁啊今日咧我都好有幸咧，可以咧 show 俾大家睇咧我一系列嘅作品。咁其實咧一個咧就叫做茶碗系列，咁我都係從老師嘅口中咧知道咧，或者睇啲書啦，其實呢個係 Edo period 啊，以前係日本嘅伊豆嘅期間嘅時候咧。佢哋嘅茶碗嗰個樣嚟嘅，咁所以咧我就做咗一系列，咁其實唔止幾隻嘅。咁但係咧就這個咧特別喺個金，我哋特登喺台灣訂一啲金油啦，然後我自己就畫一啲花紋啊上去啦。咁呢個都係叫松樹系列嘅一個茶碗啦。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我嘅 shell 啊，即係一個貝殼，係啊，都係親手捏出嚟嘅。咁我都係抄一個細嘅版啦，咁然後將佢變咗大件。係早期啱啱學冇耐嘅作品。係啊係啊，做得非常好。哎呀，多謝多謝。咁啊，我哋今日咧好開心啦，因為連續三集咧，我哋請咗曹冰老師，咁我哋非常之多謝佢，真係咧可以全心全意咁咧show 俾我哋睇佢所有最精彩嘅作品啊！多謝曬你啊，曹老師，多謝。多謝訪問。